哎呀，来了！想想我们来到了北京西站。到站。你画这个，终于被咱们成功的给忽悠来了。他们别露了馅了。刚忽悠，真的来了。爸是个善良的老头，千万别露馅，要不他都对咱们失去了信任了。啊。车马上就到了，我们在出站口等一会儿。哎呀妈，那个我爸出来会不会打我呀？你就背个锅吧，那是你也不能承认。说这干啥？咱要把阿爸骗来，不是骗来，是谁说把你骗来？说啥呢？爸爸那个什么，你还会笑吗？我不说了，就是叫你爸来吃饭来。哦，对对，这不是快过元旦了吗？叫你爸过来。阿妈休息了，发元旦。来看他，过年了呗，元旦看他咋样了？包包上样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过年咋样了？财宝财宝，丈母娘现在啥心情啊？天天念叨着咱爸，哎呀，心心念念的啊。哎呀，谢谢妈妈，这被爱情滋润的人啊。阿爸一来，你是不是没啥心事啊？阿爸一来，我猛一轻松，这年这一户再交给你爸去干去吧。哈哈哈哈哈。没啥货了。咱没啥货啊，就这一个星期，对吗？啥都是这个星期。柜子门家具啥的，对，行去交给你了。我可省事了，你来了我也不用做饭了，也不用买菜了，也不用去那边顶着了，都归你了啊。看你包包瘦吗？瘦了。别说瘦了，瘦了你爸回家给上腹了，给我整天天吃饭吃肉吃的。你爸回家修理你们，整天欺负我。咱爸这广场舞跳的啊，跳瘦了，你看，跳年轻了。汇报一下进度，最近干啥了？最近干啥了？这几个月都干啥了？干啥了？吃饭。你是叫你爸吃饭了，还是在这个？干啥问题啊？谁问的？还是在这审问了？赶紧就赶紧，这个咱上来了，咱上来了，赶紧吃吧，饿一天了。快吃吧，吃吧，吃吧，大宝。我现在啥也不敢说，我说啥都挨刺儿，莫哥，你也不向着我说话。啊，说话，吃吧吃吧，你俩，哼。